古镇的老鼓楼，小时候听老人说，每到刮风的夜晚，就会出现一位黄衣少妇出现在顶楼。即便是今天的我登上此楼阶梯，也会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。但是慢着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一幅小画，听向眼前的风景，赶紧藏好。一阵风吹来，心中又不免慌乱。咦，原来是一只黄猫，它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